地藏的第一天，土地藏的第二天，不是吧？我都抽到地藏了，怎么还是这么菜呀、啊？嘿嘿，那是因为你的地藏没有搭配青龙啊！地藏作为团队副 C， 只要搭配青龙，那就是超强的存在。技能凝联行愿可为己方单位恢复15%的生命值，而且该技能可以多段释放，并附加混沌狂暴，额外增加25%暴击率和伤害。增加伤害的同时还能回血，正好与青龙攻高敌防相辅相成。就算不进正房，地藏的大招连渡诸叶还能直接重生。登顶榜一真的不要太简单。